来，我们还是要有请我们的歌手给我们带来更好听的歌曲，准备好，热情的掌声，有请赵薇。懂了情能够爱多么深，当时你我都已沉沦，欢乐的陷阱，渴望的眼神，填满了每秒相爱的晨昏。撕裂的灵魂如何支撑，清醒总在梦醒时分，泪水还炙热，月光已冰冷，想念是最难忍受的一种疼。你们好吗？轻轻的一个吻，曾经打开我的心，是个陌生人，重新组合陌生旅程，巨大的世界，微笑一部分，只剩我想念你的现在人。
便有一边。他常说小菊花用世界所有现在才要拼命的挣钱呢。虽然世界大了无边，让自己快乐才最关键。我们经常都是上网聊天，其实他就在隔壁房间。有一天他忽然来道别，只留给我一封电子邮件。他说世界其实大的很有限，只要彼此面对线，别忘了他是上官念。心愿总会实现。